着土八路的交响乐团走进新中国的鹤旅厅。在1949年的十月，从北京南下上海，出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就是他原来的母校国立音专。他身穿灰军装，不苟言笑，显得很特别。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他说，一个很瘦的，穿这个蓝灰的那个制服，一双布鞋。我那个时候从法国回来，又看他穿真的蛮奇怪的。1931年，28岁考进这所学校，鹤旅厅再回母校，已是一个经历了10多年战争洗礼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是在这里受教于黄自，并以一首牧童短笛跻身中国作曲家行列。显然，鹤旅厅将在这里完成他老师那一代音乐教育家的理想，让乐声遍及华夏。他在10多年的战火中，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就是让中国音乐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民族音乐之一。但这时，已有22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只剩下22架钢琴，20多名教师，师生总数不到50人。鹤旅厅到任后，第一个工作是制定建设学校的规划。他登报收购旧钢琴，整修后投入教学。短短几年，学校的钢琴达到了150台。他像军人一样雷厉风行。他到市里去找陈毅，陈毅多忙啊，有时候找他为了学校的这个建设上的一些事请示他呀。那有一次呢，他就一直等了一天在这个办公室，结果把陈毅给等来了、最后陈毅就讲，我个没的办法嘞，就碰见这个贺老是个什么的，讲那个四川话。贺旅厅的第二个工作是广招贤达。他说，个人的本领是有限的，我的本领就是把有本领的人都请到音乐学院来，培养出能为人民做事的有本领的学生。被誉为中国之鹰的留法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燕担任声乐系主任，旅美钢琴家李翠珍担任钢琴系主任，她自己则兼任理论作曲系主任。音乐学院一时间人才济济，设立了作曲、指挥、声乐、民乐、钢琴等6个系，师生达1600人。刚解放后的5、6年时间里，被称为上音的黄金时代。很不容易的，一个个请回来。像李春这样的话，贝多芬的36个奏鸣曲，从头背到尾，水平很高的。我偶尔一次机会在李翠珍的个人档案里头看见这个贺旅厅3封信还在里头，在这个李翠珍的档案里头，这3封信是苦口婆心啊，叫李翠珍呢回来任教。或许是有感于自己学习音乐太晚，或许是在育才学校培养孩子受到启发，贺旅厅在音乐学院增设了附属中学和小学，形成大中小一条龙的音乐教育体系。中国音乐教育的鹤旅厅时代来了。一天，院长鹤旅厅竟将一把板胡抱进了课堂。他手执板胡，从陕北的信天游走西口讲到贵州、湖南等地的民歌。他说，人们说我是洋包子，其实我是最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他从北京、山西、河南等地请来民间老艺人担任教学工作，民间音乐课成了全校各系科的必修课，
校园里荡漾着民间音乐的旋律。他妈妈打的，你的哥哥说，你说唱这都唱这些东西，每天要背两首。那随便唱，你妈妈打你，那个这个三百零歌，哎呀，太新鲜了。贺绿汀随身携带一个小本，随时记录想到的旋律。他要求每一个作曲系的学生随身带一个小本，你自己有什么旋律啊或什么，然后就写下来。贺绿汀给这样的本子取名旋律日记。日后有学生问他的某个曲子是不是脱胎于江南小调，他回答是从头脑中自然流泻的。贺绿汀倡导民族音乐不是所谓跟着时代走，他反复地讲，民歌与民间音乐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曲家们最丰富的创作源泉，是一个民族在劳动中得到的生活印象的结晶，显示着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气质。但不久，一个学生的退学申请震惊了贺绿汀。退学的理由竟是学不到专业。贺绿汀送走了学生，心里却平静不了。52年前后都要到农村参加土改，或者参加其他什么活动，也许就是半年。那半年回来以后，他就4年制的学校，半年一年去了以后就3年了。很多同学参加土改的热情超过了专业学习的热情，专心学习的同学还常常受到排斥。毕业班的同学要走向工作岗位了，但专业课程却没有修完。贺绿汀做了一个决定，全校学生学期延长1年，参加社会活动可以，但应学的专业必须补上。他说不能让专业不合格的人从这里走出去。给教育部写报告，一定要延长1年，让他们把应该学的学完了再走。这个很重要，很厉害。那时候哪个高校这样子干的呢？现在我们想起来，你这延长这1年的是作用非常大的，对我们这些人影响学习的这些，当时这在前头的老左，等于是这些老左，那补一点业务，那是非常作用还是蛮大的。1954年5月，贺绿汀在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会议上发表了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谈话，引起了争论。他说音乐是最需要技术锻炼的艺术，我们不可能用一般的政治理论来代替具体的音乐理论与技术。他觉得学技术还是要学，那时候没人敢提学技术，你这不是单纯技术观点吗？在延安，贺绿汀就因强调技术是基础，被扣上了技术至上的帽子，而现在他竟强调技术是政治理论以外独立的重要因素，更是大逆不道了。不久，这场争论被定性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激烈斗争的开始。贺绿汀又被扣了帽子。1957年反右时，尽管有陈毅保护，没有被打成右派，但还是遭到了内部批判。他的院长职务也名存实亡，但他仍然直言，仍然大声地为维护正常的教学呼喊。就是让教师聚精会神地教，让学生好好地学。他说有什么板子我去挨。其实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什么叫有板子我去挨呢？就是他不惜，甚至于是冒着他自己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这样的危险，他都要硬顶。大跃进来了，
音乐学院的师生到农村开展边劳动边创作边演出边采风的四边活动。新中国的成就和内心里建设祖国的热情，使贺绿汀由衷地拥护大跃进。他创作了六个乐章的大合唱《十三陵水库》，以后贺绿汀以平均每月一首的速度创作，其中有一首就叫《放卫星》，这样的高产也成了音乐界的卫星。同学们拆下钢窗砸下铁门去炼钢，他不以为然，但很快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形势，怀疑自己右倾保守。师生们跟着社员下地深翻三尺，他曾嘀咕是否科学，他马上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怕苦怕累。当目睹了用巨大代价炼出来的一堆堆废铁时，他真的心痛了。1960年，贺绿汀回到故乡湖南邵阳，在熟悉的农村，他看到了大跃进的真相。树木都被砍光了，田野空旷，不见人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依旧赫然在目，但乡亲们很多得了浮肿病。回到上海后，贺绿汀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直言，大跃进是生虚火，大跃进可以进棺材了。我就看到我父母亲有的时候就争论什么问题，我父亲嘛就是他很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很耿直的，事情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说的，他不转弯的，他就是这样子。那母亲嘛就是你说话不要这样太那个，要伤人啊或者是干什么，我母亲就怕他被人整啊。挂在贺家墙上的这幅色粉画，画于1965年，没有太多色彩，犹如喜鹊牵华的宁静，但宁静只能保存在家里。学校的师生已经全部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1964年，为参加运动，全校停课70天。1965年，这70天变成了7个月，这座音乐学府几近听不到音乐了。解放后的16年中，贺绿汀年年都有新作品，但在第17年，他则是空白。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从收音机里传来了。1966年6月，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而校园里批判他的大字报几天前就贴满了。他又反驳他，一句就反驳他，我亲眼看着，就是说他站在那个就大字报前面很冷的天，一句都在嘲笑他，反驳的材料又很厚一沓。但贺绿汀还是乐观地相信反常的现状会很快过去。以往他不管怎样艰难困苦，内心总是明亮的，这有他的音乐为证。他说我不要害怕，运动会过去的。他说我在那个时候在鲁豫的时候，在延安的时候也搞过运动，他说过去以后那么就没事了。但贺绿汀没想到运动旷日持久。他不再听广播，为躲避，他天不亮就出门，妻子江瑞芝默默地跟在后面，老夫妻俩走到公园最偏僻的长椅坐下，一坐坐一天，无声地坐一天。每天回家时天都是漆黑的，但有一天他还是被人抓到他上课的教室里，他是跪在地上惨遭毒打的，施暴者都是他悉心培养的学生，他无法解释。
当时他非常郁闷，想不通。我妈就告诉他，哎呀不得了，你爸爬到晒太阳去了，就像躺在那里想不通。贺立汀被隔离了，在失去了自由后，他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无理批判逐一反驳。这一下对贺立汀的批判又升级了。1968年3月13日，在张春桥的直接指挥下，电视直播贺立汀的批斗大会。批斗大会用电视转播，还就是第一次呢，所以看了嘛，这个印象太深了。人家在讲的时候，他就把话筒抢过来。你们把无罪当成有罪，你们才是有罪。他就跟他们争，你们断章取义，你们什么的，至少后来结果把电视停掉。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立汀答。在我死之前，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完成我的7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把绳子把他捆起来，把他头倾下去，他把头抬起来，把他装在麻布袋口袋里头打，他也不低头。他会在敌人面前，他会从狗洞里爬出来吗？这样的一个硬骨头人。无畏的贺立汀进了监狱，一关5年。监押在同一座楼里的张瑞芳，常常听到贺立汀发出的不屈的叫喊。1973年，遭受了无尽折磨的贺立汀活着出来了。他两鬓苍苍回到家中，家中空空荡荡。二女儿贺小秋竟已死了5年，她是不堪折磨自杀的。一生不屈的贺立汀哭了。吃得很晚了，已经很伤心了，觉得他是一个，因为就他是继承我父亲的作曲的专业的。钢琴抄走了，珍藏的唱片乐谱也没了。没有了音乐，贺立汀买一台小收音机听新闻，但听到的是更多的噩耗。建国初期，他从海内外聘请的创造了上音黄金时代的老师，竟大多没能熬过这场浩劫。他这么坚强一个人，在这个电视斗争大会敢于跟大家抢话筒当场辩驳的这么一个人，从来没有流过泪，出来是听到这个事情流泪。他一出来，他第一个听的是李垂珍自杀，他哭的呀，他哭的比听到他的女儿自杀哭得还厉害，因为是他亲的头都害了他了。伤心的不得了。听的这个曲子还很少，听的那个曲子，他真是爱惜人才。1979年，贺立汀复出，76岁的他再次出任上音的院长。他和1949年第一次履任一样，重建教师队伍。他愈加关心中国民间音乐，成立了民间音乐遗产抢救小组。他开始和这所学校的创办人蔡元培一样，倡导全民美育教育。
经过旷世的劫难，晚年的他深感这个民族需要美誉。80年代有一个记者找他，因为那个时候上海的经济刚开始发展了，什么说现在这个经济建设好像面临着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啊，海老你是不是你很关心这个事情啊？他说不，我关心的是国民素质教育。1985年5月，贺绿汀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亲自起草了开幕词，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一个他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思考了50年的问题。他说，人们半个世纪以来吃左的苦头太多了，文艺界普遍存在左倾思潮，但音乐界情况最突出，根本原因在于某些领导者严重脱离实际，以政治代替艺术。贺绿汀最后特别说明，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危言耸听，是说老实话，是有根据的。我说的话向党、向人民负责，向在座的全体代表们负责。幸运的是，他生前看到了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上海音乐学院硕果累累，飞升国际乐坛，在这里培养的学生走向了世界。他说，过去只能想望而不能实现的世界和国家的新局面，在我垂暮之年已出现了迹象，真正看到了可以实现的光明的前途，总算没有白活一辈子。他没有留下完整的一部回忆录，但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倔老头，不会转弯，只会讲真话。我看要讲真话，我们的国家才有救。要他写回忆录，他总是也没好好的写，总是好像心不在焉的一样的，就讲他，劝他。他说我身上背着音乐学院呀、啊，我妈妈也信，说你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就是你的命。爸爸说，哎，就是。1999年4月27日。背负着这所学校长达半个世纪的贺绿汀，告别了音乐，告别了人民，他走了，他硬朗地活了96年。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像听见了有人在唱《天涯歌女》。